电影废弃矿井的名称是废弃矿井或矿井，取决于您引用的来源。这是一部2012年的恐怖电影，由杰夫·张伯伦编剧和导演。该片于2012年9月在犹他州桑迪首映，并于2013年8月15日限量上映。电影《废弃矿井》于2012年9月在犹他州桑迪上映，并于2013年8月15日限量上映。电影《废弃矿井》于2012年9月在犹他州桑迪首映，并于2013年8月15日限量上映。电影《废弃矿场》的导演是杰夫·张伯伦，编剧是杰夫·张伯伦。该片于2012年上映，并于2012年9月在犹他州桑迪首映，2013年8月15日限量上映。电影《废弃矿山》于2013年8月15日在院线上映。